雷震，经理，坐下。哎，各位同学，大家好。好，今天来上这节课哈，应该叫做，我唔对，农场管理与种植哈。好，主要是我在讲农场管理这方面哈。啊，种植因为外面天气很热，所以我等一下会示范那个切接的技术。就是把一棵树，把它接上好几个品种这样，啊，做一个示范啊。那我们就直接来讲这个目录哈。我今天要讲的大概有这几个哈：远景、加宝果树、黄金果树、粉红镇宇树啊、红菱果，啊，那个树那边的刷栽，啊，也病虫那边的防治。碰到风灾，好，我们有什么对策？那嫁接有嫁接的工具，就摆在这里啊。还有一些自动灌溉的喷头啊，还有一些自动灌溉的怎么做啊？那还有一些野趣啊。那首先我来介绍说，农业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一个最重要的粮食的来源哈。那么以前战争的时候都要有战备粮，就是万一我们这个国家被敌国封锁的时候，我们如何自给自足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民以食为天呐哈，如果没有粮食，很多人民就会起而抗暴。所以以前很多国家它会灭亡，就是因为它没有注重农业，或者是碰到饥荒，那灾民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的时候，这些灾民就变成暴民，他们会起而抗暴。有时候那个国家抽税抽的太多，人民民不聊生的时候啊，他就起来抗暴，推翻这个政权。所以农业政策对一个国家的生存非常重要，如果这些农民起来抗暴，这个国家大概也差不多了啊，他的国力也在衰退，所以老百姓吃不饱，揭竿起义啊，跌割到菜刀的扛你政府饼啊。所以咱台湾二十几年前五二抗农民运动迄阵，台湾就是家己决策，台湾人家己决策。咱台湾人受到压迫，较早国民党政府来，讲牺牲农业来扶植工业，啊，所以咱迄阵的农产品的价格拢足低，政府拢甲咱饲甲足低，啊，等于用农民的牺牲来扶持这个工业的成长。但是到今嘛，工业成长，哦，咱即卖工业产品外销，哦，占咱台湾外销的比例上高，迄个生产值上高。但是，伊同款对农民，无予农民有好的补助，哦，所以这价格拢真低，所以咱老百姓这农民生活水准拢真低，哦，那无做就无通好食，甚至你。人讲做实，愈做愈实，因为第一来看天食饭。啊，你若风灾来，还是水灾来，所迄个受损害，嘛是农民家己爱承担。虽然政府有补助，但是迄种补袂够。那么你若讲风调雨顺，结果丰收的时候，哇，供过于求，阿咪继续俗价，像最近今朝讲伫产地一斤卡剩三块银，啊，这成本起码十二三块以上啊，你若卖无十二三块，就爱了钱啊，啊，所以台湾以后吼，
可能爱，然后我的建议就是讲，爱用登记制度啦。爱，照讲咱这农委会，爱用咱的农民规律，讲你是要生产稻米的，还是要生产金蕉要往来木瓜，你拢来登记。咱台湾人会当食偌济，啊，咱的外销量有偌济，咱爱有计划性的生产，唔通我听到讲足好价，大家就。哦，高丽菜即卖一斤八十块，大家都清惨啊种。等两三个月后采收的时，我伊阁剩两三块啊，伊阁耕厝，阁迄个耕耘机来，阁讲胖胖条做肥料，哦，这拢足浪费的啦，吼、哦。所以咱也有计划性，就是讲来登记，卖一窝蜂，平稳啊生产。台湾人呐，一个月爱有食。一万斤的金蕉的，哦，咱都一个月拢有生产，生产到一万斤，哦，有够通好食就好啊。啊，其他就分配均匀生产啦，莫有的安尼生产无够，啊，有的伤济，哦，就是讲你有来登记，你若有来我农会登记的，哦，农会登记，那么受到风灾的时，政府给你补助，啊，你若无登记的吼，无给你补助，安尼大家较会听话啦，较会照政府的。计划哈，啊，你若讲你认为你介敖，你会当预知未来当时的欠费，哦，你要正较济，哦，啊，过度的部分咱就无甲你补助啊，哦，比如讲分配你要正啥，你就爱正啥，啊，你若那么风险你爱自负了哈，啊，当然这爱个一套的迄个计划哈，啊，我来攻入咱的主题了哈。这个园啊吼，这是我家己的啦，啊我拢较无爱除药啊，哦所以我的树啊园杂草会较济，啊因为我之前农改场介绍阮吼，果树要草生栽培，以前的农民啊，阮爸爸迄代，伊若看到这草啊吼，敢若看到弯手人。低头起来就甲骨骨掉，吼、哦！但是这拿以这个生态来讲，安尼是唔对的。这个草啊，它是在保护土壤。这草啊下骹是绝对是土壤，无可能是阿门陀，阿门陀袂发臭哈、哦。那么这个土壤下面就有很多微生物，有很多昆虫，哦，它住在这里面，这是一个生态平衡。在这个地球上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树啊来杂鱼、哦、草啊来掩蔽、哦、你说这些东西要避的它靠安全感它、哦、才会生生不息、啊哦、那么很多人就是因为草啊以前肥料很贵他们都认为我落这肥就是要让果树吃的要让我们的菜吃的唔是要让草啊食，所以因拢甲草啊扑甲清气清气。但是较新的观念就是讲，这个地被植物它是保护土壤，下大雨的时候，伊袂甲好的表土冲刷掉。好，近台湾现在讲报道，就是因为它开发的比较慢，差不多这七八年来，它开始有咧耕种。无以前，咱拢是做野生的环境。那么有汉人来了，开始加做耕作，靠咧除草这个动作。咱台湾呢所生产的物件，伊内底所含富的这个能量，比中国去平土地生产的能量低关几啊倍？什么原因？就是因中国去平五千年来一直咧耕作哈。已经地力已经耗尽，所以因的物件种起来较细粒、较歹食，就是它的各项的微生物，啊，那个微量元素已经欠缺啊。啊，过来你讲，是安怎美国、哦、美国怎么做大？我现在物件大家拢做外机的。我三十几年前去美国，第一个看到因的芹菜，哦，美国芹菜这大机啊，
啊，咱的芹菜差不多安尼就算大枝啊。哦，结果就是因为美国因嘛是较慢开发，因嘛是两百几年前较哦开始开发的嘛，所以因的地理要足强的。OK， 啊，所以唔通讲看到草啊，就除草剂杀了就喷哈。除草剂是很毒的化学的物件，迄、那个除草剂喷了，很多生物都拢死去啊！啊，生物有生物链，这个草啊下骹有昆虫，有蚱蜢，啊，这物件就是青蛙要食的，啊，青蛙可是蛇要食的，哦，这有一个生物链呐、啊。那有青蛙，就一定有蛇，啊，那有鸟鼠嘛，一定有蛇。OK， 啊，这赶快哈。那么，这个绿色的，这个就是我等下要讲的，叫做桃红阵雨树。伊这若冬天的时候，叶啊就落了的，啊，春天的时开花就开足水。这个是北大武山，这个、南大武山。这个北大武山吼、哦，大概伫2006年3月6号山顶落雪。这头就百年仅见啦，冰冻关的落雪。哦，我问阮爸讲，咱冰冻关敢捌落过雪？我唔捌啦，日本时代嘛无。哦，即嘛就是讲气候的极端化，热足热，寒足寒，啊，化无雨拢无雨，啊，化雨来落三天，一年份的雨，去年到的。十九迄个风台哦，我印象足深的，连续我伫屏东落三天，过都拢无落啊。啊，雨量太过集中吼、哦，台湾的迄、那个，咱是靠风台雨来吼，爱、哦、补助地下水，但是伊三天安尼一个落落拢弄容易害，因为咱台湾的河川足低，所以没有渗透到土壤，就拢差不多流去大海去，啊，所以地下水就一直下降。好像这大武山下这南国风味，然后椰子树，你就知影讲，差不多应该南部的所在啊哈。好，这完了阵雨树，夏天茂盛的状况哈。这夏天遮阴，内底气温哦，这树啊黄下骹，含这个太阳下，差不多5度至6度。哦，啊，所以讲，台湾我会记，我做囡仔时迄阵，吹电风就算足奢侈的啊！我最近那阵电了少嘛，阮庄家所在，大家拢加开扇。啊，若到夏天，拢差不多暗时啊，全困伫外口。迄晒谷场吼，阮最爱困迄晒谷场。啊，迄阵庄家拢饲足侪狗啊，啊，阮若咧困哦，哎，有诶较会感情较会狗啊，拢会来甲阮洗面。啊，有时啊，早时啊吼，日头。已经出来啊！你拍卡床啊，还阁唔起来，狗啊，原来来甲你叫，就甲你洗面啊，甲你叫你起床。来，咱来看这个树状葡萄，这是春天开花的状况。啊，这个花吼真芳，敢那玉兰花加桂花加在一起，那个香味，说不出来的好香味哈。但是可以趣味哦。我种，用我28年前我就种这啊，大概18年前开花的时候，300几人做伙开，结果发生什么代志？芳甲变臭的，浓度太高，煞变芳甲会臭。你若咱若去共买玉兰花，路边有人咧卖，敢那3朵50-20块哈，啊你若3朵甲挂来车来做芳的哦。啊！你甲3000度甲下多车来，你冻袂掉，足变臭的。哦，啊，这以结果的状态，长在树上的葡萄，那一般是葡萄藤生，哎、啊，它是树状，这有树干啊，吼、哦，这种树干，啊，伊砍鸟把它砍开哦，你看，伊这鸟把它砍树干砍，等于伊买藤卡，那个它是桃金娘科。桃金娘科的，咱的脸部嘛，桃金娘科啊，拢伊拢港科的。OK， 我、哦、这较暗，灯光的问题了。
我这个整排都是像行道树，那种个规排嘛，那种个整齐整齐，拢唔免修剪。咱台湾真侪行道树，到了夏天，你都要修剪，啊无风台来伤大坡，风吹咧断歪啦，啊就又吹变轨。树葡萄没有这个情形，树葡萄它很，也树尾足有弹性的，很有韧性，风来随风飘动。啊，佫拢免甲修剪，它自然就长成一个弧形，迄、那个，伊迄、那个，啊，即伊个近照的花啦吼。你注意甲看，跟莲雾花是介共啊，哦，即一蕊是较细蕊啦，莲雾花较大蕊。啊，即特别成熟之前，它会开始要变黑了，哦。啊，近接看好这两代同堂，后花后果。啊，接着三代同堂，有花有绿果，还有成熟的果实。这春天来换新的叶子，好，足浅绿啊，翠绿安尼。啊，这是结实累累的状况。一般是农历的三月份啊，这是西历的四月十九号，农历大概三月。大概三月份的是树葡萄长后生，啊，我的迄个樱花吼，三月樱也咧开，所以若要来我啊，三月份是上好，有树葡萄可以吃，啊，有平地樱花可以欣赏哈、啊。那么这个是把它种在盆子里面，啊，因为伊个树形主人的水水啊，拢免修剪，很好管理。啊，你就知影，我较平淡，我拢爱做较轻松的工作，免管理的。伊日时也大，我暗时啊咧困，伊嘛咧大。OK 。那么树葡萄要有一个新的品系，我即马要咧试种。拄啊，即看下树葡萄的种子才细粒，即马新品种，敢若种子就才大粒吧。偏偏三个月，伊发差不多八叶。伊这差不多十叶，但是你看伊个大细很差遮济，好、哦，啊，这我咧期待，看明年看会生咩？明年原来爱种七年才会生啦，啊，今年我种第六年，啊，明年看会生咩？好、okay、的、okay ，啊，这我那树葡萄的近照，我、啊、就你注意个看哈。伊个树干若咧大，伊个藤壳，甲物仔把它共款。哦，这椅子啊，哈，这真大丛啊，这土乌条为白条乌来种伫遮。这丛是我上早我种三百几丛，拢比这较大。啊，这丛是算上含蛮大个啦。三百几丛，我讲要留两丛做纪念，这个是其中一丛。但是，人来到买，大家就讲，反正啊，你上大丛的对，啊，我就讲啊，差不多这三丛，你家己拣块对丛，你较介买去。即卖上大丛的迄丛卖出去啊，第二名就先改做第一名，后摆个有同行的来要买，伊佫讲，反正你上大丛的对几丛，我就讲啊，这几丛佫卖出去。所以我迄三百几丛拢第一名买出去的，这上尾仔名的吼，两丛上尾仔两个吼，我无爱买留咧做纪念，留袂掉。来嘛讲看，我你这两丛上大丛买我好唔好？讲无啦，这留要做纪念。啊，拢安尼吼，落几啊点钟啊落袂煞，我要落安尼半年我挡袂掉，好买。迄两丛三上尾啊名啊，迄两个啊，佫卖十二万啊，两丛啊卖十二万。所以你若种着吼，种无人有诶，介绍就在咱开啊。哦，安尼若种到大家伊也有伊也有吼，介绍就你开袂惯。啊，这树葡萄介趣味啊！你看为头部一直生，生到哦，我安尼为顶外一直生到尾溜去啦。啊，好，啊，即摆来，我介绍这个叫做黄金果。为什么叫做黄金果？因为伊个
皮是黄色的，啊，佮金面的，所以用黄金果较好记啦。啊，伊拉丁的学名是阿比尤，阿比尤大家听拢无，啥物东东叫做阿比尤龟，咱佮合作黄金果吼，好吧？伊黄色的，啊，皮佮金金，伊无像奶子，也是黄蓝的粗白白吼。所以叫做黄金果，啊，这是农业试验所去新加坡运入来，那么其中有一张伫外口做田间试验，啊，我去甲嘉威登来查，这就是我的第一代的宝藏，啊，伊新加坡引进迄张吼，差不多电火条遐大粗，一张了，一年生到2500粒，所以你若种一张，你规家伙食袂完。还佫出算，还送出品隔壁到这，吼、哦。啊，这赶快，啊，这真趣味，你若放落来吼、哦，你用圆珠笔在顶面甲写字，拄写无看到字啦，三分钟啊，至五分钟啊，伊个皮氧化，字就浮出来，啊、哦，趣味趣味。这阮初见了，我放倒去迄阵，甲写，迄阵拄啊过年。啊，边啊，搁甲下几粒仔树葡萄，啊，甲包装起来。啊，若要送女朋友，哦、啊，这我那一个花招了哈。好、啊、了，伊这金甲咧翕相机翕落，闪光灯会反光发亮哈、啊。哇，怎么不听话了？我、啊、这我那真大粒，这一粒头有一斤呐、啊。哦，差不多这粒，这是较新的品种，大粒种的。好啦，啊，这就是要改良品种，比如讲咱上台先种的较细粒的，咱即摆要甲接超多爱大粒种的，就是用这款胶膜，哎，石蜡胶膜来甲包起来，来接完后等下，啊，就已经接好啊，成功啊，有无？它只有靠一点点的接触面，安尼古品种到这为止，啊新品种为这开始生长起哩，以后这就生大粒的啊。好，来三月樱哈、哦，这平地樱花，就是阮屏东吼、哦，屏东人我那足爱樱花的，哦啊所以若去参拜，哦啊就买迄。含苞待放啊，要等去种哦。啊，今年开，好啊，明年佫开剩一半，佫后年佫开剩四分之一，佫来就热死啊！樱花惊热啊，但是这个吼、哦，该趣味。伊这那三二月份的叶花就头落完啦，还、啊、有一个好处，伊夏天是毋是头拄爱足茂盛的，会当遮阴。啊，到冬天叶啊落了，就嘛免烦恼遮阴的问题。冬天咱就唔惊晒嘛哈。但是开春来，你看这三月份就开，这若卖有光害吼，这是真水，就是啊，这就是开到要煞，已经春天来了，开始在发叶啊，伊啊一直在落啊。啊，这个就是呐，种唔着品种吼。你头拄仔看诶，规丛拢花，大概只有5%有看到叶啊尔。你若种唔着品种，拄仔倒变，95%是树叶，啊，干那滴一树拉花，这个是错误的品种。哦，所以有个人有一个大企业家，伊甲伊个围墙边啊吼，四五连灯，伊块地大概有7-8分地，四五连灯拢种着这个。唔对个品种，啊！我厝边拄啊一个，堪有熟知。伊讲来，我带你来，阮潮州潘城遐吼。哦，伊丛树叶啊，堪你同款，但是伊开足水个呢。可能你袂晓种，你袂晓落肥啊啥，叫带来。我来讲，啊，你一定种唔着品种个。我着挽叶啊看。树啊，这个它这个树叶没有耐米现象，啊，咱若种着品种个。有耐米现象，就是伊树叶好热落来，袂凋离树叶，敢若荷叶安尼吼，
水珠袂掉咧，伊渗透入去，它是一个奈米的叶子，啊，这个咱这个就对啊，这个品种就对啊。你注意看，它每一朵都是五花瓣，啊，做成兰花，朵朵是兰花，啊，你敢想，迄几啊丛做伙开的时，今年的四月底，《自由时报》有甲我刊，好刊这张。啊，因为报纸顶完袂当写我的住址甲电话啦。哦，迄天吼，甲隔天，阮潮州遐派出所分局足无闲的，大家拢走遐问。啊，火车站迄站长啊，迄方问甲，啊，结果也无人知影我，因为我也无咧做广告，因为我拢袂同行的嘛。同行的因知影。啊，即马好不容易问到啊，看到我吼。足欢喜的，还佫足受气的表情，又气，就是讲气讲好，你足歹做，啊，找到我了，好，看到遮水，哀叫啦，足惊讶，讲，哦，潘姐，我唔知遮水，我顶礼拜倒啊去阿里山哦，寒到要死啊，佫无你这开到遮水，讲啦，后安尼明年来你遮看就好啊，讲好欢迎啊。你看我伊这开始咧开春啊吼，小可叶啊开始咧出来啊，哦，啊那无是拢无叶啊。好，啊、来介绍红龙果。红龙果我是甲认定，伫天后即马遮异常、遮极端化的状况下，最好种、最有保证收成的水果。但是我上大声吼，要投入咧种吼，我迄工买八个品种。我个号称八国联军，结果这八个品种拢歹种个。我去甲问个是讲，啊，你这品种好啊歹？哦，我这生意人都足个讲个，拢好，我这上好个。啊，我想拢甲相信讲，伊讲个拢 OK 嘛吼。咱拢想相信人，这个甲相信，那个甲相信，啊，买八个品种一个拢甲种落去吼。有一个品种外可头呢，咧伫台南鲜花。伊讲你一概爱买五百丛，这基本条件门槛啊，啊一丛爱250块啦。我想哦，安尼都爱12.5万呢。我想无甲你买400丛就好啊，吼、哦，安尼拄啊10万，安尼好无？无爱买你呢？好我磕头呢，我无当嘛是准甲买的，因为我对这品种我拢想讲，我要对这辈内底选上好的品种，好买等个种，一年要生哦。拄啊，迄个上贵的吼，迄一只笑字250块的，迄个上歹只，上贵，然后贵阁歹只，啊，我甲买一个品种，种落来煞变五个品种，后圆的，后长果的，后实啊倒闭的，后乌豆红的，后粉红的，啊，我要装箱要去卖人吼，去到巷口，伊讲你这什么品种？我这一个品种呢，叫做莲花，伊讲尊龙啊，迄个叫做尊龙。咱个敢那童年课因有一个叫做尊龙，迄个尊龙。他说：“你搞我骗，啊你这个四五种，你讲一种，啊属于，那你刚买就买一个迄支品种，啊种出来伊都乌白生呢。啊所以迄个第一个被我根除掉了，到过过年我较，去拄一个朋友。”开买到正港的好品种，啊，迄个一丛是150块。结果去年甲今年啦吼，就是这个品种，这是第一名的品种。去年甲今年拢伫这个热带园艺试验所的这个红龙果品鉴比赛第一名。我的朋友，即区就是我啊，甲我朋友，这个我的管理的，这个、我种的。啊，但是去年开始因为合约到啊，我即块地迄个收断了，所以我就无阁继续管理啊。但是我自我开始种，我十年前开始种着即个品种，足侪人，我即个物件我都无上市啊，我干那我阮太太遐伊个门市部遐登记吼，都袂了了，都没有上到那个什么国泰市场拢无。啊，即是讲你若种着品种，啊，你的品质好，
敢若口碑相传，你着定多着接袂完啊，不止量约会，而且我的价格很平均，无论大粒细粒，我拢一斤40块。啊，迄阵外口一般行情拢头20几块，平均价，啊，我着拢40块，加人才要一倍。哦，你若见我钓，啊，爱会晓管理。第一个品种最重要，你若品种唔对，你国家系全世界也是美国上好的肥料嘛无效。哦，品种一定要对。第二个就是施肥管理嘛爱对。哦，伊咧生长的时阵，譬如讲采收完以后追肥，哦，你得爱甲氮肥甲补够。开春准备要开花的时，你得三要素的氮、磷、钾。这个磷甲钾爱较悬，安尼花较脆会出来，果嘛较会甜。足侪人种个水果介奇怪，有人甲我买哦，啊我好伊买甲教讲肥料管理安怎，伊讲无啦，即阮家己会晓，我你若会晓，我就免阁甲你教。结果种出来吼，大家嫌甲要拗屎，伊拢落鸡屎肥啦，啊食落就有迄个怪味。台湾人有一个歹的观念嘛，拢要用现成的，哦，就是讲，所以现在讲废物利用啦，猪屎啦、鸡屎啦、啊牛屎拢杂这個，其实这错误。肥料是要有配方，这个配方是让专家去配，啊，咱农民的，你各有各种配方嘛，你是要用肥啊大的，还是要树干用的，还是要肥个？会催花会出来，还是要各位好食？各个要有不同的施肥方式，吼、哦。啊，你若袂晓，你着位头到尾拢干那要氮肥吼，迄、哦那个水果一定会较大粒，无毋得酸歹食。啊，咱是要求品质，爱互人食落，佫想要佫食。你，我黄龙果吼，卖出去呐，食着拢掉嘞。那朋友佮介绍一只，就一定佮倒来买。那么那拄啊，我无的时，比如伊只拢15天，数不得哎。黄龙果足可爱呢，伊一年伫阮屏东生头10摆至11摆。我找无台湾其他的水果，那一年生2摆就算介牛啊啦。木瓜原来算袂歹，木瓜原来算伊胃头一直生顶到尾嘛吼。但是一般若酸啊。莲藕、荔枝，都一年一摆尔。你若去处理无好，还是去风台逛着都没有啊？都明年再见了，等明年再来了。好，啊，伊这毋是哦，伊这伊的花，吼、哦，还是过风台来，伊对咧安尼摇，袂落果啊。啊，你若其他个只水果，干那风台摇着落去啊，啊无就讲歹。啊，八八风灾，一届吼，开会时拄啊落大雨嘛，啊花没有办法授粉，所以一届花拢谢因，无啥掉。我就讲，安尼可能安尼减收一摆啊。结果吼，一般是10月份诶，10月底就无花啊。结果伊11月份佫搞开花，伊敢来报讲啊，我八八风灾了无开诶吼。我伫年底去补予你安尼，哦，啊，这昙花一现，昙花就是安尼开的，伊跟昙花是共科的。啊，这暗时啊，差不多8点开始开，到明下早差不多，晚头8点开始下。晚上哦，你就会看到。做只昆虫来遮授粉咯、哦，伫即个花遮咧跳来跳去，各式各样的昆虫，但是我无翕到啦哈。这边啊，即拢叫做雄蕾，即、這个较是雌蕾，伊即个花粉拢掉伫遮无，即若有落雨遮入去，它就交配完成，它就生了就盖大粒啊。好，我再讲啊，我你看。这花粉已经掉堆一只，这一只风来咧吹的时，这花粉会落落来，啊就掉一只，伊就往这个管道上里。
啊，这都含苞的状况，啊，这就有做的那些小刺吧。红龙果跟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刺很多，并且哈，爱小可有功夫啦，买板的是爱注意，啊，无你擦卡爱叫，巴多吼，爱钱需要爱有擦，啊，这双胞胎。照讲，你若要大粒吼，这其中一粒爱挂掉，但是我无时间通去变迄啦，我顾在伊生啦，生偌济算偌济。好，来今嘛来讲树木的移植。树木有很多状况需要移植，就是讲，它都翻着骹路吼，这都要开一条路。啊，这丛好不容易种到这大丛啊吼，做高生也是这个品质足好的。物件，好像这种做台湾特有种的十叶肉桂，你食许个阿里山十叶肉桂，啊，伊是属樟科，迄个肉桂精油，好，这也当做肉桂精油。啊，后壁人因林家碧做个南迄个肉桂粉有无？好，肉桂棒用肉桂棒，而且吉拿就是拢有南这个肉桂粉，伊是用许个来腌粉，好。啊，是用伊个树皮，啊，即上基本个就是讲，恁先爱甲周围根断根，先互伊习惯讲，伊以后煞个时就无只个原来生于外口出去遐个根，但是即个下骹还阁有根哦吼，安尼还会当保持讲伊从这边吸水分去哩，互遐个树叶。啊，这是头拄啊三月因吼、哦、要移植进场啊。三月因因个伊个叶啊做个食水个，所以咱爱留一条根互出去外口食水，啊，包括下骹只个根吼，安尼上下较会平衡啦。就讲、是、你80%个根拢沾当去啊，等于你个嘴方填甲剩一丝仔尔，留一个吸管咧注水食。这个你就把它当作说有一个吸管，你就知道说它靠这个吸管从外面吸水供应它上面的树叶、哦啊、这个是同样，这个有经过一个自动灌溉系统的，它定时定量会喷水来给它这个土球供应水分。树葡萄这档就是树葡萄它的叶子如果很多水，这你若一天无甲这粒土条就打去啊，就水都被它吸干了。啊，你若无供应，树啊会严重的会死掉。啊，若较轻的会休克，树啊来休克哦，休克就是讲也袂死啊，也袂活，哦，要死不活安尼。啊，这同款有，这人就要卖出去啊。这同行啊来买，伊白纸啊做记号，哦啊，咱就爱。准备挖去给伊哈，啊，这个移植是商业性的移植，就是讲有人买，哦，买移植出来。好，啊，这个来就是个，你若拄着土壤较松，你这个土球的边啊爱甲包贴布，防止土壤化掉落去。迄土条若破，迄个承托力哈，就降较真低哦哈。啊，若出去无挖。这双方都是损失啊哈，啊，这是准备要吊车要吊进前，咱用胶带把这个土球保护起来，卖又破，卖又散掉去。啊，这另外一个包装的土球的方式，这个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拿刷等于变变东行的。伊个用安尼买断去，伊往那挖一个坑，往那甲落咧，啊土甲淹袂倒啊。啊，等连工人看这丛树啊，有介意买的时，伊把边啊只个土甲挖开，就直接搁吊走啊，免搁再一次包装，哈、哦，免重复包装了哈。OK。好，啊，这一个移植方式，有个人较惊吼，伊就讲，啊你甲挖咧，啊当唔知挖袂。
先摕伫我遮食值，那你若食值，你爱一支吹啊少甲堵咧，吼、哦，卖又倒去。啊，那么等个，哎，你看讲，哎，有长新叶子啊，哦，因着靠信心嘛，吼、哦，即丛阁有生命力，阁活好，后来会当用吊车吊走啊，啊，有个人是较烦恼，伊毋捌见过，伊会叫你安尼做啦，吼、哦，啊，即咱甘咪配合啦，吼、哦。哦，啊，这个用吊车咧吊的状况，啊，啊，这嘛是包装好啊，咧等吊车要来吊，吊去吊，吊来参买了对。我迄阵要种，我就想讲，我啊我，啊我要种这个植物吼，啊参买，中华参买，这是拢是专业人士。因这拢阿公传互爸，爸佫传互囝的百年老店。我想我若要我这新卡吼，我堪面拼一定拼输的。啊，所以我就想讲，啊，我来种堪面无共的，参买无的，就爱参买人来甲我买，安尼。哦，这也是一个策略，种参买无咧种的，你爱虾米？你若种些啥物仙丹啦，还是姜啊啦？哦，这参买人足牛的。还是松树、这柏树，我发现讲参买有够厉害啊！伊若要甲你复制的是，你连伊都输伊安尼。哦，所以我拢爱点点啊，偷偷啊种种五六冬了。伊等伊知影了，要录过这五年哦，录无啥会对安尼啊。等伊搁录了，我就搁发明其他个啊。啊，即个呐，赶快咧等要。啊，即个因为为了要。增较侪了，所以这树梢本来是伊拢四十五度作战空间的，啊，咱加缩个较密集的，安尼会当一只拖拉机会当本来干来会当贴十丛的哦，变会当贴到二十丛。好，啊来讲病虫害，我的高雄，我的树葡萄，我种二十八年，唔捌除药啊。哦，所以我的树葡萄，我有时啊呐。你做工过，啊那落，啊都经过这丛乌啊成熟啊，啊我就放来，啊露了我就吃，好、哦，所以我要生态足丰富的 ，OK， 啊这丛是我好不容易朋友讲去对一只好不容易摕到这个品系足好哟、哦，我接乌啊、哦，迄、那个蛀心虫，甲你整，为了整了阵死去。啊，这就是用那蛀心虫，伊新的树梢拢有正派，拢哇拢超会打伊啊！啊，这感官拢你若看超会打，拢有正派的。好来，你看这又增加一空一空，这是天牛种的啊！你甲看这安尼外细，这几分安尼，啊伊这个遮细空。这差不多比咱的气托较济空啊！你增加明明嘛，这丛又正细，啊！你看这只天牛只无？安尼有细无？这我的手啊，这细只天牛，啊！这搞不好是新品种啊！那我读昆虫系的哈，一定来研究这只啊，家己号名。用以后就用你的名字，以你的姓氏，你那姓林就林氏天牛，啊，这就是天牛的病虫，啊，我咧甲注射医疗啊，这丛有救开。咱农民做的是安尼啦，看到几丛啊受害尔吼，哦，动力的迄个喷药车，规园喷了了。啊，这是安尼是做公开，原来对了，但是我感觉足浪费。咱得看对了有局部防治啊，当然啦、啊，全面防治是上好啦。但这款呐脱散性无遐紧的吼、哦，咱是有看到随处理掉 ，OK 啊。莫用迄种个烂枪打鸟、拍散剂的吼、哦，迄一粒枪支就会倒的，啊，伊就。啊，这两张受到病虫害，
规个迄增加转空的时候，那你若较慢处理，就来不及了，都只有你看哈。OK， 好来，公灾哈，这个台湾人才有韧性，就是老天甲咱训练出来。咱逐年拢爱有两三个风台，哦，大细个啦哈。啊，即阵吼，我本来讲今年要做看榜个，结果旧年九一九风台来总甲你拗。啊，我咧想讲，伊会为即个 Y 字形只迄个裂，我所以我用锁啊，则甲保护拔起。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伊阵为只甲你拗断。我要气死，我讲即阵要做看榜个吼，安怎讲要翕相？要来臭屁的，好、哦，啊，这个风灾的状况了哈，东倒西歪啊，哇、哦，这差不多全倒了，衰去，哈，哇、哦，啊，这是风灾后这无死啦哈，但是伊的叶啊拢有台风扫掉去啊，啊，这个你拿这张树啊作用了，它恢复很快，大概一个月又马上整个又长满绿叶啊。即我遐生态袂歹，后白灵寺要来遐啊休息啊。啊，即隔壁巷的迄个椰子树吼，因为椰子树风台要甲淹落都足困难。但是去年的九一九风灾吼，一挡都要淹倒去。哦，即结石累累啊！啊，走过来我这边吼，我有甲撮一粒来食鸡腿搭，因为伊即。自投罗网，到我这边来。哦，这些风灾状况哈，台风，咱无法度避免啦哈，所以我们只好面对它。OK， 来，我今麦来介绍我驾这些工具。哦，我头前桌面摆的这個，就是驾这爱用的工具。啊，这个是荷兰进口的这个剪刀了哈，一些轻省力剪刀，一些有一个柄，它会自动旋转，让你减轻力量，唔免出真大个，那就会这样切断、啊。那么另外这支，伊是过来。叶条会袂落去，吼、哦，这是恁若要采集、要扦插的时候要用的，家里收在咱的笼啊内底。啊，这是要切这个专用工具，我等下会用到这支来接花。这丛粉红色的，哦、啊，咱有一丛大红红的花籽的，咱甲接一花，所以这个开粉红色的，啊，这个来开，吼、哦，深红色的。啊、这是我那切接刀，内底有锯子，啊有美工刀，啊、那么这个是真好用啦哈。啊，咱、啊、呢上重要的即马的接法吼、啊，是用这个石蜡胶末，以这个石蜡胶末吼、啊，对不？它有延展性，啊个。你等下我阁介绍，啊，即马来讲这个自动灌溉系统哈。自动灌溉哈，咱早期咱的农业大部分用烟灌，是最低效率的。伊用一缸大缸水为只甲放，啊，互伊看流伊到遐安尼。但是遮个水吼，你若较沙地，遮水拢渗透落。有时要流伊到后壁，要流几点钟？啊，你若用喷灌，这个喷洒的直径是15公尺，半径大概7.5公尺。上大兴以色列是出这种的，啊，以色列沙漠地区吼、哦，因昆虫较少，所以用这 OK。但是销来到台湾人反映讲，有讲有种蜘蛛吼、哦，足趣味的、哦。你看咧喷吼，哎、欸，这破的物件。但你无咧喷水哦，伊想讲这可以吃，伊用网啊来甲你包起来，吐那个丝哈、啊，把你包起来，
啊，等你下一次时间到，电脑时间到了要喷，又拔掉来没喷啊。说水柱过两喷的所在，伊本来是会洗嘛。说过两喷的所在，迄搭做水灾，虽然拢做做旱灾。啊，阮在阮甲反映，伊即马发明只有做有防虫罩。时间到了，电脑说哎开始喷水，他就水的压力一来，他就把这个打开，开始喷，喷完了停止，你得搁扛起来啊，啊所以那个蜘蛛就没有办法把它绑住了啊，就解决问题了，啊这赶快了哈，啊这里马西，这他也是会打开，然后喷完盖起来，也就没有这个昆虫防那个来。妨碍的问题哈，啊，这正拢十五米的大距离，这个是六米小距离。比方这丛树啊，就较细丛，啊你整块也树干下骹只吼，就喷半径三米以内，一般咱的山下乃至拢差不多有够啊，就这就会使啊。那么这十五米的是一般是较矮的植物，爱到它较高。喷的都不会被遮到嘛 ，OK。啊，这里微喷罐哦，这个较省，它这个大概只有喷45公分，大概半米，这个小范围，你若搁较细丛呢，植物就用这个。啊，这水量出水量很少，这个以色列水足贵哦，因一度水40块，啊，咱台湾大概只有10块钱。所以，咱台湾人因为水量丰富啊，但是90%拢危害，干呐，差不多以色列一年的水量，咱家就一礼拜就是因遐一年的水量，所以因水足缺乏，所以因对水足重视的，因干呐靠一个加利利湖，但是迄个湖水伤少，所以因就去发明。海水淡化厂，所以因即嘛是全世界海水淡化先驱的这个国家，因的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那么，因用海水的做淡水来压因的所有的植物，所以虽然伊也是沙漠地带，但是因的对它维护，你甲看嘛是绿意盎然，所有的每一丛树啊。因拢是人工种植，啊，伊遐无啥物所谓野生的森林无。你去以色列，你甲看，每一丛树啊下骹绝对有一个微喷罐，一定有喷罐系统，拢有水工位的树头过。啊，大部分是拢有嵌伫涂骹，所以你看无。但是你注意甲看，一定有一个来源，啊，甲位涂骹落去安尼。啊，有的是较直接就。铺里表面，迄就是讲一般的草花，你差不多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届，迄拢铺里表面。所以，咱台湾人，台湾真正是报道啦，雨水遮足。你看因以色列安尼荒漠地带，因买水遮困难，啊，咱就三不五时啊，西北雨就来啊。当然，即几年较反常，哦，即十年来哈，因为。以前我嘛唔是做农业的，我是学电子的。以前我那拢咧做工程音响、舞台音响，吼啊，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差不多也是无心插柳去种着树葡萄。树葡萄生我阁唔知影咧，迄到第十年，我是摕转去300几丛，摕转去叫阮爸爸啊，你甲种吼啊，莫许打死得啊，莫许草啊砍死得啊。我偶尔转去顺啊，大概第十年我转去顺。嗯，奇怪，啊，阮家也无咧饲羊啊，哪会土甲放甲全羊仔屎，要搁行到外，我呾顶悬拢结乌的，哇，是树葡萄伤熟落落啊，安怎甲搬来食？啊，夭寿得遮好食，好，我着野心着来啊，我着请人来喂篱笆，篱笆着喂起来，开始看广告，开始卖啊，啊是安尼来，迄无心插柳，啊树葡萄该注意。伊吼，当乌迄工，阮大生吼当乌，就搬来食了，叫是成熟啊，哦啊，酸酸，涩涩，奇怪，啊那也无像我前个食安尼，
尾仔就开始甲观察。第二天食，佫无共味，有六种口味啦。啊，倒来第八天甲第九天，伊迄果酸拢完全变成果糖，哦，迄香佫甜佫好食。啊，所以无共时间拜来，我搬回只，叫巴拉味，伊迄跟巴拉共好嘛。你若无啥，第一天巴拉味足重，第二天就拢那食起来味。第三天迄个搬回只，唔讲奶汁的味，第四天搬回讲种百香果的味。啊，有人讲啊，讲因跟葡萄共款，拢葡萄的型嘛，葡萄的味。所以啊，统计起来有六种口味，不同时间搬回只有六个口味，趣味趣味哈。来啊，即马讲到来，哦，这个石辣椒膜都要讲无的。伊个切切利用，伊这个石辣椒膜它有延展性，会当一防水，但是透气哦。好，啊，所以这个自从日本人发明这吼、哦、接材加足方便的，以前接材拢用这个电气胶布，好、哦，啊，这延展性败。OK， 好，这个一个工具了哈，这里就是石蜡胶膜，啊，这电气胶布，啊，这切接专用刀，啊，这多功能的切接工具，啊，这两个就是剪刀了哈，好，啊，这里就头头讲的，这个微喷罐，这个重生水，那欠水的所在，他拢用这個，以色列的人用这個用真多。这吼、哦，这上本的吼、哦，这拢要个算比因以色列眼光来看，这个都还算浪费水的。啊、虽然喷的一个水柱小小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也最干那点火呢。好，好来，啊这自动灌溉我未记翕一张挂片过，这个就是一个微电脑控制箱。即嘛自动灌溉拢电脑化，比如讲你若种十格，啊，你也再甲分二十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差不多五分地，啊，叫电脑讲，啊，我这区这水食较少，就喷五分钟对吧？啊，这食较济，爱要喷十分钟较有够食，哦，啊，这里佫较大丛的树啊，这里爱喷十五分呢，哦，啊，每一个都可以设定，哦，啊，你一工要喷几届，啊，是要早暗喷，啊，是要两工喷一届，啊，是三工喷一届，啊，会再定个一礼拜喷一届。那夏天我就定一礼拜喷一届，万一若无落雨，起码有一届伊会补水吼。啊，佫有一个雨水检知器，伊若落雨，它自动会关掉，袂浪费水跟电。啊，我捌着一个惊着，有一届我连续拢落几下工雨，我就甲关起来。啊，种雨连续三工无落，爱来自动灌溉，爱甲拍雨开来自动。啊，开门太开袂开啊！啊，你有看只只蛇狗徛伫遮？哦，只只蛇徛伫遮，奇怪，我逐个咧开都介好开，哪会今仔开袂开啊？哦，一只蛇咪伫遮，甲你徛条有无？这个门我煞掀袂开啦，伊只开关伫遮嘛，我安尼变态变袂开，安难。好佳哉，这只无毒个啦，啊，无甲我加，哦、好佳哉，有惊无险。Okay.好、啊，来，这个差不多接栽哈。咱用石蜡椒木包好了，啊，因为这较大尾，这山的尾啦哈，然后发起来了，风若吹石蜡椒木，伊的迄个强度无够，有时候又吹裂去，所以咱爱用电气胶布伫外口搁甲做一个保护。啊，电气胶布是伊的韧性较强哈、啊，所以爱用电气胶布。啊，这我伫吊个挂开予恁看，这接的。新的材料就在这里，啊，这是一复印出来啊，哦，这个已经这成功了啊，这两位拢有成功 ，OK。啊，这讲话，啊，这有一个管理就是讲，这个下骹拢是旧的品种，啊，伊这若搁剥的，这个你要把它擦掉，啊，爱甲擦掉，莫搁这个搁剥出来，就这种爱随时爱剥掉，啊，后伊这个发大长了，这以后就袂剥啊。哦，这同款哈，啊，这一尾我甲接两个，但这个接无过啊哈。你若讲拄咧练习，加接几尾啊，成活率、成功率就较悬啊哈。
时间超过了，拍子拍子，我也去刚刚讲的，哦，这长在树上的西瓜，啊，长在树上西瓜的花，哦，这也会，我过你看这边，哦，长在树上的西瓜还没熟啊，我还没吃到，这等吃吃看麦，哦，啊，这有这炮弹莲雾，哎，炮弹型的莲雾哈。啊，这是印尼的这个农业杂志的总编辑来我遐采访，啊，这就是山啊，这三年前还阁算新的金香，啊，后壁这拢树葡萄，啊，这因的记者因的，啊，这，哎，这个黄蜂的蜂窝，农药定了，较知影讲，哦，伊做个隐蔽，做个找所在。你无看到，拢你经过侵犯他到他的领域，该顶了，你就知影讲哦，才有蜂窝，我就用那个摘除器，该好，该摘下来。哦，这是，哦，这顶足疼，哎、欸，这好食，好、哦，这少年的少年的无法度体会。啊，我潮州遐吼。都有这个跳伞场啊，啊，全台湾胖都还有这个交通号志呢，我大概介绍一下，注意伞兵。啊，高雄小港机场吼、哦，原来有一个标志写“当心飞机”，因为飞行机飞落来，拄啊到迄个中山路迄、那个哦，迄、那个八仙道的吼、哦，啊，足近的嘛，足大声，真正要惊到。啊、这些伞兵，这是他的重装备。啊，落下来，啊我还没有逮到，我车停伫遮无，即我目睭咪啊，我有只翕住哩，伊拄啊落伫我头前。啊，即我的狗啊，会它会抓老鼠，我都咪我遐做点鸟鼠啊，哈，我嘛有做点蛇啊，哦，这毒蛇这足毒个哦，哎，雨伞这左神经毒。这又加到，总起爱困，啊困了就无醒啊，就再见了。啊，这头拄迄只蛇，啊这蜥蜴啊伊，食一只迄个草莓的款，哦，蚱蜢的。啊，这只唔知啥物东东啦、啊。哦，啊这敢那迄个，敢那风中之城啊，啥迄，宫崎骏的迄个风之谷。五宝，台语叫做五宝吼，白露丝，啊，啊，这日本巨木，这日本的，规丛拢红的，开花，哦，啊，OK， 好，谢哥，啊，谢哥，我再来接这个恁看哈。起立。Good.